11:36在美术馆的时候拍摄的是，应该是一是经由三星看网操作的普悠玛自强号，今天的女主角也是经由物主角，咱们就是通过美术馆那些哥刚刚一是经由三星看网操作的普悠玛自强号，大家就通过了。本次列车沿途顶靠高雄屏东操作，原谅，拜拜。感谢各位观看第一次进入三星号操作的普悠玛自强号，大家都通过。来，第一次进入三星号操作的普悠玛自强号，怎么通过？幸好操作的 T2015 加 T2016 普悠玛自强号，今天的女主角也是金甲物主角已经通过，美术馆站慢速通过，对吧？而且刚刚一次进入三星号操作的 T2015 加 T2016 普悠玛自强号已经通过美术馆站，原谅，拜拜。